大在你顶，你拢唔知啊？那你黄圣依邮报嘛去顶呢？黄圣依邮报啊，我明仔上课才互你看。华盛顿邮报顶的1月21号啦，就是奥巴马就职以后的第二天啦，印500万份呢，全世界194个国家拢有一份上少，啊，全美国嘛拢有。你啊看，咱顶块中华民国的这个啊做报纸，拢点点呢，好、哦，你会感觉无？啊，你啊看哦，咱伫联合报、中国时报系头版呢。头版呢？头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哦，你无论哪里一定看有诶，报纸看咧，拍开就有啊。各位，顶了所谓政论节目有没有反应？没有呢。啊，若无受到压力，我才睡在哩。啊，这受到压力或者不受到压力都是很好呢。啊，所以若讲有人要你惊，你讲啊，联合报甲中国时报有顶啊。